Okay, well, what is going on now is they are going to have you trespass for cussing their employees, so I'm waiting for them to bring forth, so I need your ID. Giving my ID. You can trespass me as we leave. I'll leave the store. Well, I have to have it. No, ma'am. Absolutely. This is not stopping ID state. Yes, it is. If you are under investigation, I'm not under investigation. If they you currently leave, are. That's why I'm here. They have to ask me to leave the store. Actually, you're obstructing right now, which is a jailable offense. Well, do what you got to do. All right. Well, go ahead and put your hands manager back. Okay.哎，各位好啊！你们刚才看完那开头，肯定是一脑袋雾水，这到底怎么的了？这谁跟谁呀？告诉你们这怎么回事啊？这还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了，当时美国很多商店啊，还要求必须戴口罩才能进去。这是沃尔玛，沃尔玛就要求必须得戴口罩才能进去。可刚才那大哥呢，他没戴口罩，但是他非得进去。人家沃尔玛员工拦他，他也不听，还给人家员工啊臭骂一顿。人家员工当然就不干了，人就报警了。这警察姐就来了，问这怎么回事。这俩员工就告诉这女警察，刚才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怎么不戴口罩？怎么骂我们？这警察姐说：“你们就告我，你们嘛意思？店怎么办？”这俩员工也不知道怎么办。这警察姐说：“要不这样吧，你们就告他非法闯入，行吗？”这俩员工一听，那太行了，咱就告他非法闯入。那警察姐说：“那行，你们俩赶紧去准备那个非法闯入那个表去。”这有一知识点，这非法闯入怎么回事呢？好比你去一个商店了，人家让你走，你不走，警察就可以以非法闯入这个罪名把你抓起来。正式一点呢，像这沃尔玛大商店，它专门有个表，就是这非法闯入的表。对他们不欢迎的顾客，他们就可以填这张表，然后把这表给你，告诉你这里不欢迎你，请你马上离开，而且以后你也不许来了。如果你不走，你就违法了，警察就会以非法闯入来抓你。但这里有个先后的顺序啊，你的顺序一定得对，一定是你得先让人家走，人家不走，这才构成非法闯入了。如果你让人家走，人家扭头走了，这就不构成非法闯入了。像今天这警察姐姐，她把这顺序就给弄反了，所以她的执法就是错误。咱看看她怎么弄反的。她一上来先问这哥们儿：“哎，刚才怎么回事？”这大哥说：“我刚进来的时候，门口有一工作人员，哎，让我戴口罩，可我后面好几个人都没戴口罩，我觉得这是歧视。”这女警察问他：“那你有什么健康理由吗？”大哥说：“我糖尿病啊，不想戴口罩，喘不上劲儿来。而且你看那边了，那边三四十人都没戴口罩，连他们这员工都不好好戴口罩，他们那口罩都戴在下巴底下，那不跟没戴一样吗？”这警察姐说：“现在的问题是啊，你没有戴口罩。如果你有什么健康原因不能戴口罩，你得给他们出具证明。”大哥说：“我没证明，我凭嘛给他们出证明？”警察说：“如果你没有证明，人家让你戴口罩，你就必须得戴。”大哥说：“我拒绝戴。”警察说：“你拒绝戴口罩，人家能拒绝让你进去。”大哥说：“没问题啊，他们可以那么干啊。”警察说：“人现在控告你非法闯入，还骂街。现在请你把 ID 给我。”然后啊，就发生了开头那一幕。这大哥就不给这警察 ID。 这大哥的意思呢，如果他们让我离开，那我扭头就走，根本就不构成非法闯入这个罪。既然我没犯罪，你有什么权利管我要 ID 呢？这警察姐就认为呢，我现在正在调查这件事，我管你要 ID 你就得给我，你要不给我，你这就属于妨碍公务，我就可以抓你。大哥说：“你要愿意抓那就抓吧。”结果这警察让他守卫后，把他给铐起来了，然后把他带走了。这一道上啊，这大哥也不服，一直就跟那警察姐在这儿争着。那姐说：“你这就是妨碍公务，我管你要 ID 你就得给我，我正在调查你。”这大哥说：“我没妨碍公务。”这姐说：“你就是妨碍公务。”大哥说：“我没妨碍公务，是你侵犯了我的人权。”这俩啊，跟俩小孩似的。这一道就在那儿吵，一个说你妨碍公务，一个说我没妨碍公务，是你侵犯我人权了。这俩吵这么热闹，那到底谁对谁错呢？这肯定是那警察姐姐错了，因为她这程序不对，
前后顺序给乱了。正确的程序应该是嘛？沃尔玛员工拿着这个非法闯入这条，告诉这哥们，现在请你离开，以后不许来了。如果这大哥不走，那他这就是非法闯入。但是现在这个程序没做，也就是说这大哥根本就没犯法，这警察没有权利管他要 ID。 警察只有在一个人犯法的时候，或者是怀疑他犯法的时候，才能管这个人要 ID。 现在大哥骂法没犯，这警察没有权利管他要 ID。 最后啊，哎，这警察姐姐把这大哥给带回所里了。到所里以后，这姐姐就跟他们主管汇报，告诉主管刚才怎么回事。说这大哥刚才在沃尔玛，人家指控他非法闯入骂人，我呢管他 ID， 他不给我，妨碍公务了。这大哥说我没妨碍公务，是你侵犯我人权了。主管问那警察姐姐，是什么理由把那大哥给抓起来的？这姐姐说妨碍公务啊。大哥说我没妨碍公务，是你侵犯人权了。主管问那大哥，他怎么侵犯你人权了？大哥说我卖法没犯，他把我给铐起来了。这主管跟那大哥说，现在我给你普普法啊，这沃尔玛是私人财产，人家有权要求你做什么。大哥说可他没要求我做什么呀。主管说人家可以要求你戴口罩，也可以要求你离开。大哥说他没要求我戴口罩，也没要求我离开。大哥说我懂法，我知道他们有权利要求我干嘛，要求我不能干嘛。他们可以要求我离开，也可以要求我戴口罩，但是他没要求我离开，也没要求我戴口罩啊。这主管一听马上换了个思路，告诉这大哥，我们既然收到了报警，就要对你进行犯罪调查。我们在犯罪调查的过程中需要你配合，要求你提供你的 ID， 你就得给我们 ID。 大哥说我凭什么给你们 ID 呀、啊？我没犯法，你有什么权利管我要 ID 呀、啊？主管说我们有这权利。大哥说你没这权利。接着呢，哎，这姐姐把这大哥带进来了，又跟他这些同事说了说刚才是怎么回事。他这些同事无一例外都认为，哎，这姐做的一点错都没有，这哥们就是妨碍公务，就应该被抓。最后连那监控官都认为啊，警察管这哥们要 ID， 这哥们必须得给警察，如果不给那就妨碍公务了，然后就把这哥们给起诉了。但是后来监控官一查，这个西弗吉尼亚州根本就没有这条法律，这条法律叫嘛呢？叫 Stop the ID Law。就是这视频一开始说的，如果警察认为你正在犯罪，或者怀疑你正在犯罪，警察有权利管你要 ID。 这条法律在美国大多数州都有，但是在这个西弗吉尼亚州，就是视频发生的这个州，没有这条法律。也就是说在西弗吉尼亚州，甭管什么情况下，警察都没有权利管你要 ID。 结果这监控官一查，哎呦，我们这州根本就没这法律，警察没有权利管人要 ID， 你这怎么告人去呢？最后只能把这案子给撤销了。今天这视频知识点比较多，咱总结一下啊。第一个是有关这非法闯入，必须是人家让你走，你不走，这才构成非法闯入。第二个是这个 Stop an ID Law， 在美国的大多数州都给了警察管你要身份证的权利，但前提是你正在犯罪，或者是警察有合理的理由怀疑你正在犯罪。如果你认为你没有犯罪，而且警察也没有合理的理由怀疑你正在犯罪，你有权利不向警察提供你的身份信息。但是呢，美国还有几个州，比如这西弗吉尼亚州，法律就没有赋予警察查你身份证的权利，甭管在什么情况下你都可以拒绝给警察提供身份信息。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你真没犯法，你给警察看看身份证又怎么的了？因为不是所有警察对法律都是特别了解的。你像这个视频里所有的警察包括监控官都不知道他们这个州没有这 Stop an ID Law。 是，那大哥最后赢了，
但是耽误很多时间和精力，没必要。当然了，如果你非惦着教育教育警察，哎，非得跟警察碰碰，我支持你啊，一定跟他们碰碰。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谢谢大家观看。